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开罗的 Pan。今天我们玩的是蛋蛋堂东南亚服的，和我徒弟一起。OK， 所以我徒弟正在换武器当中。嗯，我看我也换武器吧。嗯，有什么武器好呢？我看我用轰天吧。嗯，可是在之前等一下哈，我。OK， 铁匠谱转换，OK， 我先换封天。OK， 封天是我的最爱，呵呵。OK， 走吧。走入土地。我们现在在房间29频道一，这里看到吗 ？OK， 好了，开始吧。低 level 的，低 level 的，低 level 的，我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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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低 level 的。等级烂了，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算了吧。为什么全都是神？啊，我要哭了！为什么全部是这么强的对手啊？特技大师就是他打到我们两个了，哦，好可怜啊！特技大师可不是小，不容小看的。不过呢，我用红天 ，What the freak？ 红天只能用高抛吧？哦，算了吧，这盘，哎，可以准备收藏了。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准？神好多啊！What？ 哼，连这么一点点都不让我砸到你是吗？好了，力度76，记得哦，力度76。力度76。哦，为什么？哦，为什么他们两个来欺负我？好讨厌哦。爱心回力镖，76。76，看我的吧，一定中才怪，中不到呀！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一直差一点点？为什么一直差一点点？啊，恐怖！哦，他发动了攻击宝珠的效果，啊。10000呢？开什么鬼玩笑啊！好了，再来多一盘。好恐怖！我所在小队无对对手造成伤害。输了奖励也没得拿。名师一除。垃圾。OK， 强化10吧。虽然我已经全部都是加12，可是啊，我没有副手，我的副手不知道去哪里拿。
傻妞小丽 ，OK， 好了，赢定了，赢定了，赢定了。哦吼吼吼！哦，你看到吗？卡啊，没有，没东西，没东西。遇到九级以下玩家，所以本场没战斗没有风力影响。哦，谢谢你，我的徒弟。吼吼吼吼吼！好啦，第一个死的就是这个。哦，没有死哦！看他们那个大大大大大，你搞到我！我没打到他，竟然还被他打得这么惨！哎呦，好恐怖啊！我这个啊，算了算了啊，我不懂在说什么了，哎呀！哦，可恶！算了，飞出去了。我的徒弟一脸没，竟然没有任何表情。哇哇哇！我徒弟比我还 pro。我被埋死了。哦，还是先飞为妙。哦，我按错了。糟了糟了糟了！哦。徒弟交给你了，不要笑我。我觉得我的徒弟好像是根本是神来的嘞。我的徒弟根本就。免坑我死了抱歉啦，我没有办法了，好可恶啊，抱歉啦，我的徒弟，我们竟然输给了一个15 level 一个10 level 的啊，好啦，抱歉啦。哦，这哦，看来他们是有大号的，所以呢，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继续哦，拜拜。Bye-bye.